推开冲刺版黑幕，一人惨烈的重考人生。以前我们叫推甄，哦，有推甄，所以你分数是好的。我那个时候就是不好意思，我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也难怪你长得帅，这里面看起来功课最好应该就刘尔金。再不好就没钱粮了耶！我跟你讲啦，高中联考我真的没考好，我重考。我大学有重考，好不好？台大补习班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